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。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。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。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净洁，悉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视彻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智通。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罗蜜多。于一念顷，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力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诸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。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百千劫悉共计较。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经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信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众德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若有宿恶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。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。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
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恨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恨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若其想念贪计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语如钟声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数高过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400万里。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居佛刹广博严净，光莹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睹者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际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池流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带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，诸身总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施定意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或陀罗尼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必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